你看，这都是他，在泥里边大家看不清楚而已。我来抠，赶海街，抠螺高手，还得往前走。往这儿。 这就是太多了。哥，啊，哎呀，是太冷了，我这水里也不好待呀。我跟你说，大家说的对，咱俩这个抠螺技术简直无法比拟。看一下，烤了一桶。你今天是要发财呀？我说。 真不知道咋待，边上就是水，抠出来了，能抠几个是几个，小的咱不要。 好了，改天做个钩，说做钩老都忘记。 这个，这种石头一般底下就有。滴水的这个多不多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不见。能摸？直接进桶。这轮摔进桶的这一声音，我特别喜欢听。 不香了。
你没带我这种。哎呀哎呀，车不行啊，绝技施展不出来，这俩有点像。这是盘轮，每次捡着我这个鼻涕啊，我也是服了他了。哎呀，我没拿工具，二哥带的工具，你看这个帽背。哎呦我天哪！算了，我还是捡我的螺吧，尽力的捡。走，转转去，伸伸懒腰，多半桶，稍微洗一下，回家要养。这都是。